国第一批吧，就是来打网球。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不喜欢，然后过年回去就没有，就不想上来了。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网球特别好玩，它可以改变我的人生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普通话也不好，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交到了很多朋友，就会学到了好多东西。爱打网球。